Hello， 大家好，我 Yuki 啊。咁今日想同大家讲嘅咧就系 Nurmercia 呢个彩妆品牌啦。咁咧，但系今年咧终于回归香港啦，我哋可以喺好多专柜啦，或者系分店啦，都揾到佢哋嘅踪影咯。但系咧，其实佢嘅底妆产品咧系最出名嘅，譬如有 primer 啦、粉底液啦、同埋碎粉啦，呢啲系出名得嚟咧，质素都非常之好噶。咁事不宜迟啦，我哋而家即刻睇下啦。首先咧，我哋就会用保湿妆前底霜打咗个底先。咁搽上去皮肤咧，非常之水润啦，可以迅速话我哋皮肤补水，令到之后上嘅底妆产品更加贴服。咁之后咧就会上极致亮肌无瑕粉底液啦。咁佢拥有一个中高度嘅遮瑕，而且我觉得咧佢质地咧系偏干少少嘅，油性肌肤会比较适合。咁我今次咧就选择用一个海绵头啦去上粉底液啦。咁咧上出嚟个妆效咧就比较透薄啲嘅，但系咧我哋重复堆叠嘅话咧，亦都可以扫出一个无瑕底妆。咁之后咧，我哋就可以上埋佢嘅蜜粉作为定妆。咁咧，我就会将佢倒喺一个盖上面啦，然后用一个大嘅粉扑沾上，将佢轻轻拍打上面，咁就可以做出一个丝绒嘅妆效啦。咁之后咧，我就会用佢全新嘅限量彩妆系列啦。咁个主题咧就系远离繁嚣城市，逃到地中海的魅力假期。咁所以咧，大家可以见到佢眼影嘅用色咧，都系以深蓝色啦、金色、银色为佢主要色调。咁咧，佢系眼影膏嚟嘅，而且系笔状，所以我哋轻轻喺眼皮嘅位置画上几笔，再用手指推开，就可以做到简单嘅眼妆效果啦。同樣系列咧，亦都推出咗個輕透亮肌霜，咁就好似光影膏一樣嘅。咁我哋可以搽喺面部啦、鎖骨、腳、手臂等等嘅位置，令到嘅線條更加突出。最後咧，亦都會搽埋佢嘅唇膏啦。我就會用一個粉紅色同埋深紅色，做一個漸變嘅效果。咁佢裡面咧加入咗保濕成分啦，所以咧可以撫平我哋嘅唇紋，唔會有脫皮、乾燥等等嘅情況，而且顯色度非常之高㗎。